节，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服了眼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26节，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：“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”27节，请。耶稣让门，耶稣让门走出去，往撒玛利亚另一个村庄去。在路上，我们不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29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好，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交给我们传道，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：你看见了什么？